因为神用四个没有能力的人去上下，第一个是我啊，切破之后的我，第二个就是那个高血压的男生40多岁，第三个是心脏有病的40多岁，还有一个是教官兵军人的教官，但是他的癌症。我们四个人都是40多岁，所以我们说我们四个是 Big Four。 我不慌，四个人四个都没有能力去上下的人，但是神允许我们完成给他旅行，就是要撒朗跟你们每一个人说，圣经里头每一句话是真的，圣经里头每一句话都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，要知道他是谁。我很感动，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有事的话，整个事情变化很大，对吗？那些神没有将整个事情，你记不记得哪一次想象差不多一个星期里头上下全都是有阳光的，在原居民说没有可能的，这个雪山365天都是下雨下雪大风大雪，为什么这个星期阳光有阳光？就是神开路，没有神开路应许，我们根本想不到去。这个事之后我下来还有还有一张给你看，我在 ICU 的相片这里就是这里，我现在还有一根贴在里面，看不出来啊，这么多严重的车祸就是神的恩典啊。所以我上来之后，我的人生真的我的选择不同不一样。很多人问我车祸还有到亚拉拉山，很多非议，很多不同的声音，很多人很多人骂我，在香港很多人骂我，他说这个是假的，我说谎，我欺骗大家，他说我是演员啊，演员是做戏的，我去亚拉拉山是做戏的，不是真的。很多人攻击，在那个时候我的心情真的有一点很无奈，还有我有哭，但是当我哭之后，我觉得耶稣也给人误会我是人，那个所谓啊，我在努力。为什么人说这个我欺骗人，知不知道？因为在这个片这个纪录片里头，我的造型我要打耳环，戴了一个耳环。他说去亚拉拉山那么辛苦，为什么要戴耳环？这个是假的。就是钱，就是因为这个是假的。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跟你们分享罗亚方舟的事情，我亲眼看过。如果你很多人说为什么其他人不能够想去，只有你们能够下去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神开路就开路，神不开路就不开路，对吗？美国100多年不同的探索家去探索罗亚方舟都没有见过，为什么是香港人，7个香港人 Big Four 可以去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有一天我到天堂，我会问问神，问问耶稣为什么。但是这个是神给我很大的一个福分，可以这样经历它。所以我现在去哪里，我都说我的人生是为了神做工的。今天全都是基督徒吗？是的。有时候我们很软弱，
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做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情，我喜欢了，所以我怎样去做，怎样去想。但是我现在不停地学，不停地学的什么是圣经里头说什么，我去学。我觉得我要跟学，我要像他，对吧？对啊，我觉得人生都是很多很多不能明白、不能计划的事情，你计划几多都没用。但是如果我愿意把我的所有的事情、我的人生、我的未来交给神的时候，他带我去哪里我都很安心。我以前是拜拜的，什么都拜，我是神婆，真的什么都拜。我以前的名字叫梁佩玲，是我爸爸帮我改的。但是有人说我的名字不好，你要去改。为什么不好啊？因为他说梁佩玲跟雍美玲的命运是一样的。雍美玲知不知道是谁啊？知道。你当然知道，你是香港人。雍美玲在香港也是一个很红的明星，他自杀的。有人说我的命运跟雍美玲一样，你怕不怕？当然很怕啦。所以那个人跟我说，新加坡的一个老太太跟我说，你的名字不好，我帮你改，容易灵。改了之后到现在，我跟母亲说我要不要改回去，母亲说没有，不用，你不相信就没有能力的，可以不用，那就没有改。就是所以我现在的名字也是梁一林。风水每一年都要看风水，不看风水不安心。还有有一个是茅山，记得啊，茅山，茅山什么竹树，对啊，竹树，茅山。就是有一次我去有一个那个师傅跟我说，你现在命运不好，好，你去买一个鸟，小鸟，买一包米饭好，过来，我买过去之后，他在我身上，我坐在这边，他拿着那个小鸟在我身上不停的。那个娘晕了，我看见之后，那个娘晕了，那我很黑呀、啊，我真的很黑呀、啊，我真的命运不好啊，为什么整个小鸟人晕了、啊？他说是啊，整个不好啊，他叫我回去，在我的家里头的地板拿个橘子。放在这里，凌晨六点钟还不行，凌晨四点钟还有早上六点钟，在这个地方，指定的位置就抄，我不知道抄九次还是六次，我不知道，每一次就是，我不知道怎么，总之每一天就是抄。留下，多谢。凌晨两点钟，还有六点钟，不停的留下的人，多谢我。但是我去做啊，他因为他说可以改变我的命运吗？我让我去做，你看我是神婆啊，真的什么都去拜。但是我去拜，你知不知道我拜什么？我不是拜我要钱。我不是拜我要名，我去拜就是我想我健康，我妈妈健康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平安，我妈妈也平安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平安其实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是真的有平安也不简单。我就是很简单，我很想我平安平平安安安心去度日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我去拜完之后，一天两天可以，第三天第四天，哎，心
困起来了，哎，怎么样？怎么办？我杀一个，电视剧是要拍什么？我是不是女主角？我的钱够不够？什么什么的，很多很多东西都烦我了。但是当我信主之后，我才知道什么是真的平安。现在你知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？我不怕。我过来，魏武师跟我说：“别了，你跟我去台湾去全福音。”我好，好去，讲普通话啊，普通话好去。我说你听得到，听得到，听不到，听不到了，没关，没有关系的，反正听得到啊。我的普通话也不好，我们在香港很少去讲普通话的，所以也是不太好。但是我觉得首尔地方如果是说耶稣的好处，我很想去，很想跟你们分享我的生命，我的生命不一样。所以我从这个车祸之后，我真的跟死亡差一线，这个一线之后，我觉得我生命不再是我的，是耶稣的，他教我。所以今天看见你们也不年轻了哈，很多的也不年轻了，我们差不多年纪了啊。但是如果我们之后人生之后比方说是10年20年30年，如果有耶稣在我们身边，什么都不用怕。但是整个时代真的很多黑暗的事情不停地来啊，如果没有耶稣真的站立不住。我听过一个牧师跟我说， Fiona， 如果今天你经历的是不好的事情，你也应该感谢耶稣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耶稣在你旁边把你锻炼，把你锻炼强壮，因为你不停依靠他，不停跟他在一起，不停地更像他，你强壮。当有一天黑暗真的来临的时候，你可以站住。所以今天如果你有生病，你有经济的问题，你有什么什么可能是人生中觉得不好的事情，我们要感谢我们，因为他看中我，他选择我，让我成为他的锻炼的一份子，好不好？所以鼓励你们啊。我不知道上一次我可以再来的时候是可能10年之后啊，再老一点了。啊，不老，我52岁了，不老。如果再过10年再来，62岁了，不老，也不老啊。我还没有提到那个啊。我而且现在我们是中年，就是青年人，我们是青年人，对，所以我们也是给主使用的人啊。我们一块啊，我们一块给让主在我们生命里使用我们，去传福音，好好好不好？希望真的下一期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我新的不同的生命的见证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